给我纱布。啊，景之，没事吧？嗯，哦，挺住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小菊，给我镊子。 关东红啊，关东红！我从龙边信票就开始找你呀，你终于又冒出来了。我整整的找了你16年呐。那个男的是谁？老朋友，都是老朋友了。他已经受伤了，我想他跑不了多远。我马上找人去查他。喏。 刘大侠，我来，慢点。你终于醒了。今天多亏了你，谢谢你。其实，说谢谢的该是我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救了我多少回命？我救你一次，不是也应该的吗？ 你为我们母子俩，连自己前程都断送了。乔哥这孩子，让我看了心里就舒坦。可是你不能连命都搭上去啊！为了你，为了龙哥，我什么事都愿意去干。景致。 只想对你说，当年什么都不要说了。关大侠，我跟荣爷出生入死，他对我有恩呢。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你的手里。我知道，当时都是我不好。 不该那样，我也是昏了头，出手太重了。你那一掌要是真中了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关大侠，你千万不要这样，我真的没有怪你。可是我怪我自己呀。荣良这个人，一生干了很多坏事。 在孩子们的份上，我该就算了。现在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人，他们时时刻刻想毁了通胜金，想挖走地下的井。在这件事上，荣良干的还算有点人味儿。哎，这也就是我为他挨这一掌的。 景之。
这么多年来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大清亡了，我的心也就空了，没了朝廷，哎呀，就像没了天一样。我真不知道我以后还能干些什么。不过我这一辈子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儿，就是帮你夺回了龙边信票，让我在外国人眼里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中国人。我知道小日本不会罢休的，所以我就到了锦州。我要守着同盛街，护着同盛街，直到我死。你说的对，日本人一天不被赶出中国，我们中国人就不会安宁。景之，我们可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啊！七梅姑娘，妈妈，给柳叔喝点鸡汤吧。多谢你了，让我来照顾他吧。你先去歇着。哎，谢谢你，七姑娘。不用谢。来。趁热喝了吧。青梅姑娘，是你救的吧？他们都告诉我了。听说老四娶她做小，她就从洞房里逃出来了。青梅啊，跑到山上去，被我撞见了，要不就被他们抓走了。这孩子啊，也是命大。碰到像你这样的好人，七梅也是个好姑娘。她呀，上一回救了乔哥的命，来，再喝两口。刘大侠，刘叔，坐着。哎呀，青梅姑娘，慢点，慢点。这几天也真是连累你了。您别这么说啊，就是啊，我的命都是您救过来的呢。刘叔，哎，来抽烟。青梅姑娘，好，真是难为你了。给刘叔点吧。你也知道，儿大不由娘啊，有些事情我左右不了，委屈你了，青梅姑娘。孟公子这个人不错，是个好孩子。他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上回在你们家窗户下面的时候，他可是亲口对我说的。你就考虑考虑吧。德才这个孩子呢，我了解。你知道吗，七梅姑娘，他是轻易不夸奖人的。可是对你就不一样了，总是赞不绝口。那次你在广陵生了病，他非常着急，尽心尽力地照顾你。他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。关大侠，不要逼冯小姐。你清静清静。秦梅姐，我们玩去吧，走。刘大侠，你该成个家了吧？看来乔哥身边再也不能没有人了。我看这样，白天我们俩去一个人，
晚上有郝老三和六德子，他们过去都是十三衙门的人，我想不会出错。六大侠，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。我知道，以前是我不好，是我做的不对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后来是我不好，我回家以后就把我们的约定给忘了，我真的没有脸面来见你。那咱们就什么都别说了。谁也别说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保护好乔哥。七梅姑娘，乔哥这个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这有些事情啊，你不能怪他。我没有怪他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他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看啊，孟公子这个人就不错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他可是真心实意的对你好。你呀，就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。我再也不想谈什么感情。七梅姑娘，你还年轻，这往后的日子啊，还长着呢。你想想，都这么多天了，孟公子不但没忘了你，而且在锦州城方圆十几里地都写满了字。像他这么好的孩子到哪儿找去啊？哎，要不你去见见他。虽然在这里是清静一点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，你不能总在这待着吧？啊！干嘛？你咋了？富贵，你怎么这个样？有吃的没有？有，走，快点。哎，我呢？你还是听我的一句吧。兴许哪一天秦梅小姐看到你出的事，自己就回去了。你这样满大街的去找，也不是个办法。喝点水，你看你饿的。老爷和夫人要是看到你这个样子，该有多心痛啊！你跟我回去吧。你回去跟老爷夫人说，就说我特别好啊。你这还特别好呢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人没找到，我回去干嘛？那找不到呢？就不可能找不到。哎，富贵，带钱没有？给我，给我。哎呀，阿公子，我走了啊。二少爷给我拦住呢，你啊！老爷、夫人，我看二少爷找人找的那么辛苦，看着挺可怜的。再说，我也拦不住啊。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还有你，孩子都是你们给惯坏的。老爷，要不多派几个人看看，兴许能找着他们。
到如今呢，只有这样了。富贵啊，老爷，你多带上一些人，这次一定把二少爷给我拖回来。知道了。下去吧。是。也不知道这个冯小姐躲到哪儿去了。躲到哪儿，我上哪儿知道啊？夫人呐，现在咱们家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呀。那一些葫芦就起来瓢啊！你说这哥俩啊，没有一个着家的。不过孩子大了，由他们去吧。哎，我现在是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原打算呢，我想现在就把同盛金交给他们哥俩手里。现在看来，一个比一个让我操心呢。老爷，这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再说了，这为人父母，哪有不操心的呢？啊，夫人呐，这个心呐，我们操到啥时候为止啊？是不是做梦了？我梦见孟公子连人带马摔进悬崖。我一猜呀，你就是梦见他了。孩子，明天你去找找他，好不好？没事了。锦芝，别拦着他了。你不知道，这孩子心里有事啊。他是去找孟公子了。来，你伤好些了吗？啊，没事。你看，嗨嗨嗨！我说让你小心点吧。最近有乔哥的消息吗？我也担心呐。看来日本人还是想千方百计的除掉他。乔哥还安全吗？到现在为止还没事。日本人是要把乔哥置于死地。等我伤好了，马上进城。景之，你就别老担心别人了，先收拾你自己吧。把你伤养好了再说吧。啊，柳叔叔、关妈妈，青梅姐姐不见了。青梅姐姐，找她心上人去了。心上人？对呀，就是你青梅姐姐呀喜欢的人。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到处刻字找她的人，对吗？嗯。你青梅姐姐呀，就是找她去了。几位大哥，你们见过这位姑娘吗？没见过。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到处刻字孟子才啊？怎么了？你见过？没见过。不过听说后山有姑娘被劫了。被劫了？不是，你别急，听说那位姑娘被人救了。被谁救了？她们现在在哪儿呢？天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谢谢大哥。
秦梅。德才回来了，锦梅，德才在外面辛苦好几天了，你赶快进去弄点吃的，啊！哎，德才，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，你总算把锦梅姑娘给找到了。哎，快进屋吧。好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自己来。我来。自从您走后呀，我哥像丢了魂似的。前两天我爸还派人去卧牛岭了。您为什么要找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这个人呢，毛病很多。有的时候做事情，自己也弄不明白。再说，看到他见到你父母了，我这心里面就踏实了。那您最近看见我哥了吗？那天晚上我去晚了一步，日本人又对你哥下手了。那我哥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事，他被荣良家的人给救走了。看来小日本还是念念不忘通神经，一心想要地下道光二叔。是啊，所以说，不光是你哥，包括你在内，都要小心那帮可恶的日本人。哎，关妈妈，这小店是您开的呀？也算是吧。其实呢，是你柳叔开的。德才呀，你辛苦那么多天了。就是你那份痴情和那份专一，让我都感动了。秦梅都跟我说了，我还真得好好感谢您。感谢我干什么？这些啊，都是你努力的结果。哎，德才呀，从今以后，你可要好好的对秦梅姑娘。嗯，我会的。来来来，先把这碗面吃了。哎，德才，快趁热吃了。吃完饭之后啊，帮我好好照顾一下客人。我不饿，谢谢你。哎，来，二位客官，往里面请。哎，这孩子。那我去帮他。哎。行行行，欢迎欢迎。好，稍等啊。哎，都给我听着。今天的生意不做了啊！马上溜溜走人，快点！哎，你们，小门炮，给我走！啊，这么热闹，谁跑这儿撒野来了？好身手！想当年十三衙门抓你是没少费功夫啊。有德子。我说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这装束一变呀，我差点没把你认出来。想当初，小乔哥只有四五岁，转眼都成大小伙子了。关大侠，多有冒犯呐！哎，什么冒犯不冒犯的？
你来呀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可得怪你啊。过去这一见面就光顾着打了，我也没仔细的看看你。哎，快坐呀，今天呀我请你喝酒。小二，拿酒来。少爷，再换两次药啊，酒基本上好了。柳叔，你快去吧，外面有人捣乱。什么人敢在我这儿闹事儿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快去吧。来，六爷。黄大祥，请。哎，是谁在我这闹事儿？六德子，半仙过来了。哎，快起来。大哥，想死我了，你还好吧？大哥，还好。德子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大哥，你忘了我是干啥的了？怎么了，大哥？没事儿。景之啊，你看你们哥俩，一见面就光知道说话，还不快点请客人坐？坐坐。哎，请。齐眉德才，这里没什么事了，你们先忙去吧。嗯。啊，哎。哎，我听说你在东方货站做事。听说。你不都看见了吗？现在我们共同伺候一个主人，杜公子和刘大侠的媳妇。来，干一杯。哦，我还是不喝酒了。景之，你陪他喝，我去烧几个菜。啊，大哥，嗯，冯小姐找我。哦，那天是我把他救了，不然就被强盗给害了。哎，德子，说说你吧。我有啥说？哎呀，咱们这辈子是没白活，什么都赶上了。别说改朝换代了，啊，就说如今这民国呀、帝制啊，如今呢还什么什么，还人民。大哥，你我现在都属于人民了。对，属于人民。刘人民，嗯。问点事儿吗？问吧。你啥时候成亲呢？我啊，你和关大侠这感情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当我给你做个媒啊？别胡说啊。我知道我做媒是不行的，到时候我给你找一个啊能够说了算的。来，喝酒。瞎说。你今天不只是为这事儿来的，大哥，我算是服了你了。是这样，最近吧，这小日本鬼子老想把这杜公子弄死。你看我和老三哈、这加一块也是势单力薄的，那也不行啊。所以我们想，请你和关大侠出山。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儿来的。不用急，我和关大侠正准备出山。真的？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大哥，酒我也不喝了，这菜我也不吃了，我现在马上把这个消息去告诉他们，好吧？大哥，我告辞了。六德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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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走了？这德子，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？他来请我们俩出山。出山？我也想到了，这一定是荣良的主意。看来这回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和女婿了。青梅，看到我刻的字了吗？你刻了那么多，我怎么会看不到呢？你知道吗？自从我见你第一眼起，我就喜欢上了。可是后来，我以为我没机会了。
现在你告诉我，真的喜欢我吗？你说呢？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明天啊，我就让我爸妈来接你。路上小心点。好的，你放心吧，我呀会自己照顾自己的。见到你了，妈。为什么不要我了？妈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。告诉妈，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是六爷告诉你的吗？是。还没有变样。还和以前一样，妈。陶醉的姐妹啊，慢点吧，别老给我犯这个驴脾气。傻孩子，我在这儿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秦梅，秦梅，秦梅姑娘，你回来了。你还好吗？嗯，我还好。你一个人来的？啊。格格呢？他没来。哎，德才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人呢？啊，他先回去了，说是跟伯父伯母来接我们。秦梅，你已经答应他了是吗？哎，啊，格格还好吗？他挺好的，我今天来他不知道，不然一定会来看你的。秦梅姑娘，乔哥说的对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终于成为一家人了，这是高兴的事儿啊。哎，来，德才他们来了。Thank you.
大哥，大嫂，这秦梅来了吧？大梅子，我们是接你们来了。你也真客气，还亲自来接我们。快屋里坐吧。好，请。大哥，大嫂，你们今天来呢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你太客气了，我和柳大侠呀，还老念叨你们呢。来，孟老板，今天这第一杯酒啊，我跟你大嫂啊，反客为主，先敬你们二杯。来，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。干了。好，干了。这些年呐，我跟你嫂子找乔哥找的好苦啊。夫人呐，孩子有命啊，跟着你关东红出息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我们姑母俩真是……老爷，你看，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。大哥，这十几年来，乔哥跟着我也受了不少苦啊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居无定所，我照顾不好他，我这心里难受啊。是我关东红没有能力，辜负了你啊。大妹子，快别这么说。大妹子，少喝一点啊。我没事，喝得急了点儿。我看呢，我们乔哥能有今天，都是你调教出来的。所以这孩子还是你的，我跟你大哥商量好了，给你买个锁钗子，这媳妇啊就娶在你那儿，往后隔三差五的也到我们那住上几天，挺好。大嫂，妹子，没关系的，只当我们呀有了个闺女。行了行了，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。对，大哥说的对，我今天是高兴，我就是因为太高兴了。妹子，以后我的家呀就是你的家，乔哥就是你亲生儿子。大哥，我不敢当啊。来，孟老板，好，干了这杯。好。锦梅，你公公婆婆都来接你了，你快去收拾一下，跟他们一块儿走。哎，啊，快去，快去。大哥，来。东西多吗？啊，东西不多。来吧。男儿不说罪。
什么人汹汹犯我东北，怎能让强盗为所欲为？父亲的白发，母亲的泪，让儿心也碎。人生百战，血火相随，最后有一道绝死防卫，身后都是老乡。